那块土地上有一堆成熟的玉米粒，需要建造农业机器人去搬运回仓库。点击右下角的建造按钮，在机器人选项中找到农业机器人，消耗金币进行建造。在家园的空地上选择合适的摆放位置，注意此机器人要靠近道路才能建造。摆放后等待建筑工人搬运材料进行修建。